人也有春天，这是一个本着济弱扶倾服务没异性缘同胞的优质单元。本期主角阿郎是一位曾经误入歧途而今却洗心革面只为找回昔日旧爱的浪子，而他是否能印证出浪子回头金不换呢？就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丑男人也有春天之又见阿郎。这个是看起来是关渡的，淡水渡船头，太正点了。风闻到这附近啊，有位超级大帅哥需要我们大家的帮助。正因为呢，他有一段过去呢比较黑暗，他要寻找真正的光明，所以我们今天啊找到他，为什么来到渡船头的？正好他的名字呢跟这个船有关系。哎呦，所以呢我们在码头呢等待他。是啊是啊，不过今天很开心啊，好像是假日来到这边出外景啊。对，觉得自己跟民众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啊，当然对。我们这次请到我们吴院长了，是，深入民间309。我跟你讲，等一下要跟大家一一握手一下。啊，你过来叫不叫啊？叫，你过来叫不叫啊？叫，好好啊。那我们等一下就好好来准备一下啦。好，我们为这一段呢，这个让大家非常动容的一段故事啊，是呈现在电视机前，就从我们淡水开始喽。加油，船头开始啊！这个跟民意结合一下，握个手哈。船头的人潮汹涌，主持人见到这样的机会，当然要好好的享受一下万人拥戴的滋味。在拥抱群众之后，三人带着愉快的心情，随即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巴黎。各位旅客，欢迎光临夏威夷。淡水啊，夏威夷，假装是夏威夷，他们是有唱那个 Like it go to Hawaii。今天的委托人是一位曾经误入歧途的少年阿郎，他到底有着什么样不为人知的过去呢？巴黎，到了巴黎。那铁塔在哪里？铁塔，法国巴黎？不是，这是台湾的巴黎。我是谁的故乡，你知道吗？廖天丁啊，廖天丁住巴黎。对呀，廖天吗？廖天丁最后在那庙在绕。啊，对，这里有个庙是廖天丁的庙，对吗？巴黎，我叫老亲热。茫茫人海去哪里找人啊？就那个，看到了这位仁兄，唇白齿红，满脸横肉，身材狂猛健壮，他是否就是我们今天的男主角阿郎呢？阿郎，不是我，不是你，我是他朋友，我要带你们去。他被签名的休蛋了，对，不是，你在传统的传统里边，阿郎直接点你啊！哎呀，哦，天定嘞，哇！俊不俊？阿龙多久位？阿龙哦，来，阿龙是这边这边哟。喂，你好，来，就拿不看镜头。姓名谢远郎，年龄27岁，职业工地电工学徒，参加原因找回昔日旧爱。等一下，请再给几笔。对了，上来啊！哎，这提上起来。哎，欢迎享用啊！谢。师傅，阿郎在这边会不会增添你什么麻烦？他没。对了，他很努力的，很努力啊。很多这些就干货哎。啊，看这样，看。你刚做贵将军的？贵将军。贵人村那还好啊，那还好啊。开计程车有时候一开十几个钟头，那还是开玩笑。要回家的时候啊，连那个椅子一起粘出去啊，发生很严重的感情。那阿郎偷偷来的时阵吼，有没有让你觉得有一点压力？面相无好看，这种个性，你敢怀疑给你听啊？你讲这个搞不好，人家师傅以前比他大条了。那不一定啊，你看看这头都一样啊。我一样，哎，这头都一样。这头豆芽，你好，哎，你这把味道老平淡。
我跟你讲，好鬼多啊！你直接给我五套。阿郎，以前为什么会进入到这个？讲实在话，当兄弟是不归路。对，以前是嘛事？闲了，平常的都是刚上来的。你不是台北人，你是中华。哇，中华，中华派哦。不简单嘞，黄楚旺就是中华。哦。这样乱排，阿妈，我讲，你以为混的？我讲的，这边搞的是搞这边。哦。啊，光屏幕啊，你算到哪奖了对吧？算到哪奖拢安尼？哎，阿妹啊，妹啊，你在什么叫？九点发车，开车发车了。有时候那种工作会直接影响这个人的思考模式，对，因为有很多外围的事情要处理。你两去苹果后，你就不按照做一份工作啊？对啊。哦，出这份代志过无？来，他们出一个较大件代志就是，讲比如抢劫。啊？嗑药啊？嗑药。是干抹油啊？是啥物？摇头丸哦，是啊，是什么药啊？是马蜂。安全啥呢？哦，这个，这个东西是不能碰的，碰不得的，拿铁去了就完了。而且因为那种东西哦，就让你整个思绪不清楚，有没有？啊，一心的 all in。那卖恭喜，你哦，你想，你真的想当一个真正的兄弟？如果说你去争到这种药物。你在一个不清不楚的状态之下，你怎么样当大哥啊？对啊，那就越来越样。人生啊，总是要面对很多不一样的抉择，而且不断的在抉择，所以呢，一失足啊，造成千古恨。人还是不要犯错的好。后来在闲聊当中，主持人得知阿郎仍惦记着之前的女友，因为就在一次的争执当中，女友就愤然离他而去。他跟寡妇都见面了。一年半没见面了。我找你来，你来，你搞，拢大部分拢伊搞，啊，无啥物原因，什么以前来，你拢不。啊，你搞，你搞嘛，你搞嘛，到最后还不是最亲的人才有办法照顾你，是不是？啊，结果呢？我现在做兄弟在 keep， 我跟你们讲过，做兄弟 keep 有时候会这样子，因为我以前在法院待过，经常有很多大哥，那就。啊，后摆卖来看啦，好，外口吼，进去搞搞，去找你家己的幸福。啊，有时啊，走落来安尼切心。对啊，阿伯啊。你听到没有？后壁我都怀疑讲，怀疑我阿兄是故意啦。哦，还有这样代志咩啊？冤家做。就一直吵就对了。你即摆到底什么做在？已经在台北在做事，还是怎样做事？我知，不过后尾我去找伊，阿妈，你无人好不好？你有听朋友讲过他，因为他家里住在淡水，那我听说他不想去淡水。去淡水，他去打明媚风光的小镇。淡水就问那个看他有没有看到他就好了。金门王嘛，李炳辉，对呀，对呀，同意呀。我跟你讲，他那两个眼睛看不到，耳朵可厉害了。小我甲看听着，这个人上海玩。好不好？好，好啊，那先泡。阿你给你吃吃。对对对。为了表明阿郎彻底悔改的决心，于是四人特地来到了关渡宫。咱们要先拜拜，赎罪，拜拜赎罪。然后这个地方啊，
它有一种东西叫做放生龟，哦，还有放生鱼，有没有？嗯，哇，尊重他们的生命。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把过去放掉。对，要吃咸蛋呐，可以讲的，咸蛋还到。哎呀，吴忠健买咸蛋了，进来。他们进来，再来一遍。要问哪些人？你吃咸拢有一个意义啦，拢个过去无好，拢背掉，啊，内底有清白提出来，而且黄牛鱼象征一片前程似锦。哎呀，高老，哎呀，对呀，对呀，你转来看这边啦，唔要唔要，来啊，对面，来来来，我来，我咩有代志，安尼啊，不要放心，安尼啊，好，谢谢啦。来来，面前面，布罗，哎，多少个面啊？十啊。小啦，这种统一售价啊。对呀。还有统一发票。来来来，这阿龙爱爱香粉哦，阿龙爱香粉。啊，买三个都有够啊，买三个都有够啊。三个有够。你买三个有够，你上严重是大龙米的，你啊。吃完了鸭蛋，买好了香烛，顺便也和 Fancy 握握小手，四个人满心虔诚的踏进了官渡宫。正所谓人助自助天助之，我们的阿郎来到了神明面前诚心祈求，一愿痛改前非，二愿事业一帆风顺，三愿破镜重圆，赢得女主角回心转意，希望在得到神明的祝福之后，任务能顺利的圆满达成。烧完香后，现在主持人又要带着阿郎做什么呢？哇哦，那原来是要去买放生龟啊！而正所谓千年乌龟万年鳖，放生呢，除了是积阴德之外呢，也意味着要把之前所有是是非非全部带走。我跟你讲哦，放生啊，然后你自己依照自己的罪行挑选乌龟的大小，你这条本料袂细条哦，大只你就小块迄个，放生以后吼，你以后人生就开阔了。啊，你有还细条？哎，我也看细条，他不太严重了。对的。他为什么要用乌龟？你知道吗？为什么？其实呢，他福寿全归，就把过去的都供不起啊，然后好起呢，大家都正好。哦，这样能修等啊。对对对，不好的就让它过去了。来来来，阿弟也先，阿弟也先，把它放掉了啊。来来来，看看九头鸟会有哪病了。哎，我今麦掉水了呢。没有，不要下。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哦，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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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现在睡起来，睡。哎，小看狼哟！哎，哎，你喜欢操蛋的，我都下去连等都没有等啊！啪啪啪，砰砰就起来了。恭喜恭喜！来来来，啊，我唔免啦，因为我无啥物罪过，所以讲今日我看到伊。卖死吼！卖个操蛋！哎哎哎！不然我怕受罪一下，无法度的，解决你的一生。哎，您来知我的 size 啊！卖个假啊！你永远有派只钓你啊，等你。好，那我。啊！你这细条细条，细条啊！叫你行程容易切去。哎，祝你一路顺风，半路发疯。哦，你看，哦，你干嘛嘞？下下酒，你下下酒，你干嘛？哎呦喂！那再来就看这个大师的，我借啊，真的。如果他迟迟未去的话，是是是。哦，我想您今天的也太多夜场。你讲刚呀，不伟啊？不伟，他都来电了啊。Hello。那我就好好把它放生啦。哎。这只细蛋哦，什么细蛋？这只细尖。哇！快乐的翅膀，快乐的翅膀，来呀！你是快乐的翅膀，来那个趴着，赶紧起来！对对对对对，有有有，赶紧赶紧，长位，长位，长位，再见。你还闷了一口气啊！那快的就走了，走了，走了，走了。希望他能够这个获得重生。哎，是有很多人哈，都以为说，哎，放生啊，叫乌龟放生就做了积德啦，不见得啦，对吧？不过我倒是蛮喜欢说。那是乌龟，它要下去水里面那一刹那，突然间呼了一口气下去，然后你会看它在水里面冒了一个泡，对啊，那个泡就像一件事情的据点一样，
画下一个完美的圆啊，那个炮，这样炮就完。那我想说，他背负着过去的这些风风雨雨，那我们不如意的事情，完全希望都是让这只乌龟把我们带走。那太好了，真是的，哎呦！今天你看我们心情上真开心，对呀，咱们就好好朝我们的目标去努力，对对对，对不对？希望我们的女主角阿珍能够回到她的身边，好不好？对不对？咱们就这个出发了，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看到这个。终于踏上旅途，只是浪子的诚心悔改是否能感动阿珍的心，让他重新回到阿朗的身边呢？现在的阿朗正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在主持人的陪同下朝着阿珍家前进。哎，五点多了，对不对？他来就时间差不多了啊，去等一下啦。我跟你讲啊，那反正你就跟他讲，看到底是什么样啊。这边有几条路，那边有路可以过来吗？还是只有这条路？就往这边走。那是紧张的，你看他一直紧张着。我跟你讲啊，过程是楼梯，美景就在窗台外，行嘛爱行过去，一拜托哎。所以我觉得哦，真的很多事情啊，人世间都是这样，没有经过你就是没有办法感受。对呀、啊，对不对？虽然主持人不断的在旁边给予阿郎支持和鼓励，但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阿郎的心情却始终没有办法平复。就在主持人安抚阿郎的同时，干嘛你？哎，我错了，来来来，我跟他讲两句。哎，红娘，心里面不要紧张，好不好？等一下他们瞧好之后，我们跟他见面。停了。喂，请问一下，哎，你是不是阿珍？阿珍哈。你瞧啊，好不好？你认识阿兰吗？你认识阿郎？阿龙，你就是阿珍，对不对？对。你看就知道气质很好。谢谢。哎，怎么不敢见人呢？不是，因为女主角不敢面对镜头。在这边，我们是蛮希望的，来转达这个阿郎的意思。他之前前阵子不是还在监狱吗？已经出来了，已经出狱了，他已经出狱了。他家里的人被你认识吗？有印象、那就是说他完全悔改了，过去的呢他也一切都是已经忘记了，把所有的朋友的线都断掉。然后当我们有带他去关渡宫去跟神明忏悔，然后也要去求愿，对对，他希望跟你还有一点机会可以来跟你，就是说再续前缘呢、啊、你觉得一年多过去了你还爱他吗？真的很爱的。我们知道阿郎他是不是真正要变好，你真要变好，我们节目 team 敢帮你背书，对，我们敢走出来，那希望呢你也给他一次机会，咱们就冲了，要不然他就不跟你见面怎么办？行了，你不要说哎一直记恨他以前什么在监狱里面怎样啊，吸安非他命嘛、啊、但是他现在从善如流，真的是哎做水泥工啊，哦，真的，我不骗你，我们两个绝对不会骗你，好不好？真的呀，他老是不想见你一面，有呀，你才会呢落入那个深渊里面。哎，来，宪哥，我刚才已经跟他讲哦，阿郎现在已经从善如流了。那我们后面有位朋友跟你讲讲话，来，到前面来，没有关系嘛。哎，阿龙，公归故啊喂，这是阿郎，很多年没有见面了。其实我觉得很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没有关系，可以，当朋友也无所谓。对呀，因为他刚刚是告诉我，他对你这个人呢，
依旧是非常的怀念。其实他也说过他心里的一句话，他说在他最苦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走光了，只有你一个人还在关心他。他以前混的兄弟啊什么通了一个都没有，今天阿郎又回来啊，就是说他想跟你这个再续前缘，这样有没有这样的机会？有没有可能两人至少可以做做朋友啊，对不对？如果以前的感觉还没有了，那我们至少可以稍微啊有一点点机会给他，看能不能挽回，像可以回到过去那段的感情，可以吗？如果你找不到好的方法，我以前自己有一次经验，我曾经跟我一个分手过的女朋友说过一句话，说就当我们以前通通不认识，我们重新来过，重新来过，好不好？要不要给她一次机会？这紧张的一刻终于来临，阿郎满心的期待能挽回彼此的那段感情，而阿珍的答案是：我已经结婚了。啊，结婚了？对。你什么？已经？我在一年前已经结婚了。已经结婚了。哎呀，你小心了，探听较好势哦。你拜托，你安尼，阮歹势了，你反正因人也出来，阮都唔知你讲啥。我想我们干脆离开啊，跟他们聊一下，跟他们聊一下，聊一下了，好不好？四万资金来了呀！到底是酸的，是甜的，是苦的，总是一个过程。人生就是这样，酸甜苦辣的。其实这一段就让他回忆一遍，对不对？对啊。你知道吗？我今天得到最好的是什么吗？是这一阵海风。对，人生几何，对不对？把酒当歌，能够在这里吹吹海风，看一看夕阳。对啊。哎呦，哎，这台湾十大美景。对，有什么可以比的夕阳，对不对？对呀，对呀。所以啊，没有关系，反正那一段恋情呢，就让它过去。